村发生无头女鬼寻找头颅的灵异事件，恰巧一个村民在粪坑发现骷髅头，引起警方的高度关切。在办案过程中，数度陷入焦灼，甚至发生误认死者的乌龙事件，最后利用头颅重塑确定死者为天祥旅社的文心兰。而在此时却又在不同的粪坑中发现两颗骷髅头，经过证实居然是文心兰的父母。文家三口遇害，经由文家天养及小草的作证，将凶手指向文家女婿唐少奇。然而唐少奇的不在场证明让案情再次出现大逆转，但一场意外的撞见竟是日后开启真相的转力点。能用安详课啊，你看啊，喜欢先生的事啊，我要找老乡。啊，这样才上线来了，阿公必须要去打，我不要惊死。阿东妹啊，阿你哪有闲来遮啊？我是孙罗啊，阿对遮过啊，听因内底发阿大细声，你要看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阿就天影也做恶梦啦。各位，无什么代志，歹势啦。吼、哦，阮娘是啥物代志个？我甲遮大声，是伊拄着鬼哦，啊，去拼声迄落哩，我要人惊死啊！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好，安尼。鬼变怪啦！啊，阮这做女婿的，三不五时拢冒一挂流氓来恐吓。阿同伯啊，有代志啦？啊，时间无早，啊，你较早倒去休困嘞。好嘞，好啦好啦，啊，若无啥代志哦，咱就先来转啊。阿同伯啊，你是搁咧看啥啦？咱搁咧等去同班嘞，你想讲咱这么好命，会当做这女婿啊？好啦，行。啊，苏杰啊，苏杰。阿东伯啊，你是搁咧看啥啦？啊，你拄则无看田亮甲小楚，因两个咧心情哦，遐尔惊吓，我感觉哦，非常怀疑呢。嗯，啊，你是咧共怀疑啥啦？人伊头仔毋是拢已经解释过啊？啊，若凊彩讲讲，你就相信，啊，你凶手要对你啦。像我那捌做过菜鸟啊，我若看到迄高义人哦，啊，像水果娘嘛哦，我嘛拢袂够怀疑咧。嘿啊，啊无，干毋是安尼？歹人哦，无一定就是凶手啦。啊，好人哦，无一定伊就袂犯错啦。这个代志，亲像你目睭看遐，那简单哦。安尼代志都好办啊呢。安尼，恁社会就袂遐尼乌暗嘛。嗯，安怎有需要恁警察？对啦，对啦。现在你念遐济，就是要叫我吼重新查起这个案件，对无？无唔对啦。恁两个伫咱警局，咱有甲做笔录啊。伊两个笔迹哦，小甲对起。我刚怀疑讲哦，心难死了哦。因文改刚去得着迄个批哦，嘿，这真可疑是因伪造的哦。安尼我抓到迄个凶手，唔都要放伊走？伊回来啦！阿宝，你完了，咩敢做咩？伊回来啦，不要做，伊回来啦！朋友，你看冷静嘞，你看冷静啦！小草，我足惊，我足惊的。天佑，
你免惊啊，我伫你身躯边哦，袂有代志的啦。无人会使伫你的性命，除非我先死啦。无论是心内还是警方，警方，叫阮甲董小姐抓起来，这件案件是假案啊！他做代志，互因看到，因一定会起疑心的啦，尤其是阿东伯啊。我感觉讲，伊开始怀疑咱啊。陈勇，你一定要冷静落来，你这个惊吓的表情，袂使互因看到啊，你知无？阿东伯啊，因一定过来调查，咱来底下较细腻的。下暗的代志，你就交给我来处理。律师，你得靠你家己哦。小草，你得忙，你得让叫我对吧？之前拢无代志，这边嘛赶快对吧？啊！你相信我就好啊啦。你今天去房间休困啊，我先处理你的。难免我来教你变来教东伯阿公。我不会，不会，我不会待房间，我会惊，我待这等你。啊啊、好啦。阿婆，你等我一下。文心兰，我袂让你搁甲天勇哥哥滴啊！咱两个人的战争，即马才要开始。卖过我问啦，你甲你讲的人，厝仔台是要叫我讲啥啦？我知影你无大人啦，因为你差了我抓着，伊证明讲你是清白的啦。啊，江西的，喂，阿玲在做啥？啊，竟然放走啊？帮你出来下用的啊，还有一个条件，为着要让凶手袂起这个疑心，甚至讲这个案哦已经破了，哦。啊！我下暗放你出来，啊！你还走去前前两个所在呢？但是我正抓到真正的凶手哦，你来去倒转来啦。哎，你是来真过分呢！冤枉我已经真超过啊！啊，一万啊，搁要要求我做东做西哦？我为什么听你的啊？莫在遐狂想我啦！啊，你无要听哦，嘛无要紧啦。阿东伯啊，安尼哦，咱就免甲伊啰嗦啊，就搁伊关只就好啊。哎，对，有道理。你若无安出来，无要紧，继续关咧，委屈归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当阮抓到真正的凶手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若出来啦。但最后，你也记得讲，阮真早就有人抓到这个凶手呢。啊，若无吼，你会加关几工啊啦。你万通安尼，迄路话吼，莫参详一下。我看吼、哦，你比路嘛敢过分啦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安怎我就安怎啦。安尼好无？哦，安尼唔只差不多。嗯，对无？哦，实在是够水啦。嗯。我感觉，朱林红哦，啊，佫文家三条人命哦，我互你冤枉几届啊？实在是够水啦。嘿哦，是了一个假戏啊！谁叫你吼扣袂着，就讲要杀人？我呐？你搁想要入去啊？嗯，要来去你家来去哦。那才吹大，
哪只寒？天勇，你回来啊！你要送我胭脂水粉嘞？对呀、啊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停队！先生，先生，你出来，小特！先生，先生，你停队！这小体我算一下，人老目睭花。快啊！天勇，紧嘞，阿母吼，今朝头足酸的，紧把阿母抓起来，紧嘞啊！小姐，因真是回来，因明仔就我讨命啦！你莫白想啦，来啦，紧困啦！小姐，你莫走，就今仔开始，你就只陪我困好不好？哈！我陪你困哦。歹势啦，假使讲你若是无愿意，也无准退煞。袂啦，只要有着你哦，我拢愿意啦。照这个卦象来看起来，这田亮甲小楚，确实甲文家这三个名有关的。阿东伯啊，啊，过袂用出来。哦，这田亮甲小楚的笔迹吼，甲文信也是无同款的。奇怪，心内那个批那不是因两个伪造的，到底啥人写的？啊，有啊。还阁有一个可能，阿东伯啊，你到底有确定是毋是杀人凶手啦？着准讲伊是啦，安尼伊为啥要杀人？这点吼，我着伫想无咧。我有调查过，这个天勇伊是孤儿，是因文家两个老的甲收起来做养子的。啊，那是最小错，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社的服务生尔。啊。我用卡来，我想嘛知，一定是为着钱啦，啊，唔才会。好啊，你莫在边咧乌白讲讲遐个啦，典韦迄个案件，着你这菜鸟啊吼，母一个险未收山啦。我讲，这台案件吼，由我来办，啊，你菜鸟吼踮边仔看，看我这个老的办案的这个过程是安怎。啊，对啦，你这个案件吼，详细情形写出来报告好。知吼？啊！安尼，我着规暝拢免困。啊！你是要困啥？咱即摆咧当阵咧，这个命还阁闹鬼啊！这个案若要破哦，是甲咱用死头咯。你困一下较有诶。诶，啊！你是免去倒啊？我来困一下。我明仔载要甲人下地开讲。只要菜只要茶煮，你会用困，啊，我就袂用困。趁听个嘛，我嘛靠你个呢。文家三口命案峰回路转，阿童伯将凶手指向天养和小草，却找不到其犯案动机及证据。于是阿童伯再度运用他独特的办案方式。参与村里三姑六婆们八卦的行列，借机询问天养和文家旅社的相处情形，结果听到的都是天养的好话。天养这个人哦，平常时是足少讲话啦，啊，而且足礼貌嘞，我看哟足老实的啦。
而且吼，伊对伊有朋友会友好吼，大家拢嘛知影、尤其吼是新人失踪了后。那安尼看吼，即天勇吼甲新人啊，因两个有迄种兄妹的感情无？无咯，迄天勇吼爱新人爱我久呢，而且吼，迄新人爸母啦，一直希望伊赶紧结婚啦。啊，不过新人哦，偏偏无爱天勇这个老实人啦，爱花花公主这个小吉啦。迄查囡仔吼，真是要报啦，迄该爱毋去爱啦，啊爱一寡有诶无诶啦。嘿，迄无一定哦。迄若换作是我吼，我一定选天勇啊啦。人天勇啊，偌痴情诶了。新人结婚了后吼，伊共款足关心新人诶，常常为着新人诶代志去找小吉冤家。因两个吼，敢若死对头咧。那安尼小翠即个查囡仔安怎？伊哦，平常时吼，足少甲我讲话啦。啊，即个查囡仔吼，足歹接近诶。啊！伊甲天亮感情有较特别无？小楚吼，伊常常跟咧天亮来身躯边啦，啊，替伊处理足侪代志个哦。啊，伊吼足介意天亮啊，啊，不过天亮会干呐介意新人尔，无可能会介意伊啦。唉，注定吼，阁是一段无结局的感情。你即摆才知哦，迄查甫人的心哦，话变就变啦，哪有无可能的代志？讲也是有影啦，讲实在啦。迄小楚哦，对天勇也是着足好个呢。尤其因家吼，最近发生足侪代志个。天勇若毋是有小楚吼，根本就无法度处理代志。阿东伯啊，麦子啊，你哪个来啊？是有啥物代志发生是无？也是。阿兰，你做警察就袂当四界出去开讲啊？刚讲一出，当当做有命发生。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歹势啦，我较慢讲话，坐啦，才坐啦，哈。小楚，小楚，你出来啦，阿东边来啊啦，小楚。天勇啊，阮是来开讲饮茶，无一定要叫小楚出来啦。阿兰，遐尼惊甲阮讲话啊？马志。啊！你是咧讲耍笑哦？天勇是叫我出来送茶啦，来饮茶啦。等一下，天勇，你今仔面色咧遐尔歹，啥啦？去互鬼惊着啦！听讲最近恁女婿拢闹鬼哦。阿东伯啊，你莫听楼骹人话白讲啦。恁做警察的应该袂相信这人吼。我当然是袂相信啦，但我相信我哦。天下间的代志吼，拢有迄个因果报应啦。对啦，即摆吼已经结案啦，再进门解。这是签者吼。老板，这是啊。对啦，伫下坑捡一边吼，听讲恁门家的人。大家拢总有，我看哦，真特别嘞，是不是？应该借我看一下。更必要。阿东伯啊，歹势啦，我前几工哦，拄啊拍无去啦，我若找到，我来找摕予你看，好不？哦，啊，那样你拄啊好啦。哎，东小吉哦，伊一个鼻孔还拍无去呢，俺这下岗做桥这个兵哦，到底是什么人的呀？哈哈哈！哈，歹势歹势，讲耍笑啦，讲耍笑哦，我来是，我来是。对了，俺恁行了伤久啊，我来走吼。即摆以后恁怎啊来吼？应该是无代志啊，因为这个案件破嘛，吼。诶，我若闲的时阵哦，三五时啊，是咪应该来安尼啉一来茶，开讲一下，你唔是有欢迎吗？欢迎，当然嘛是欢迎。顺行啦，吼。顺行啦，好。没事，行。朋友，你今日表现真好，只要咱心头了定，伊要抓咱，无进步啦。啊，阿东伯啊，我看咱安尼甲试探哦，伊都惊死了咧。伊袂遐尼啊欢喜啦，你有看因咧问话、应话拢有准备哦。
尤其是迄个小丑，足竞争的啊！要定伊两个做哦，无遐简单啊！啊，阿东伯啊，安尼刷落去应该安那？拄啊，迄个天勇有潜力，伊的笔迹甲心内笔迹哦，搁对一遍。嗯，啊，伊敢毋才拄对过尔？啊，你敢无看到迄个天勇伊正手摕物件？啊，我毕业后伊倒手接的水签，表示讲伊正手倒手拢会写。安尼讲起来，新来的批，都可能用倒手写的，对不？哦，阿东妹啊，你哪这么巧啦？废话，我办案办遐尼啊侪年，我是咧办假的哦。哦，你这招哦，唔知有偌久呢？嗯。哎，对啦，过来有啥物爱我做？拄啊，因两个咧应话吼，听起来在讲，大多数拢是小丑做主场者，所以跟踪这个小丑。无定会找到什么好的线索。我嘛是安尼想。阿童伯这一计打草惊蛇、敲山震虎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心魔作祟，冤鬼索命，一片鬼哭神嚎。天祥旅社终于出事了。你阿妈哦，只要你啦，你真是歹命哦！暗时我一阵出怪声是谁阿怪声？你看，阿贵标准位是谁阿怪？哼！这物件，我毋是拢收起来啊！起码那黄铁在阿顶啊，敢讲真正是心烦倒来啊！一届吼，我就带你带一届啦。唔相信哦，我来砸死你！上了外套啦！原来是你呐！我还想要对付你。
黑虎要创什么啊？田勇，安尼吼，因就袂对你安怎啦？房间带这么侪虎啊，是无要紧啦。反正要你外口嘛带遐侪，啊，互看到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反正即马拢无人住。你是讲最近拢无人来住？田勇，你嘛知影，咱女社最近发生足侪代志的，外口人拢讲咱内底闹鬼，啊，哪有人敢入来住啦？你安尼讲嘛无唔对啦，这间旅社哦，自从交到我的手头，全变到安尼。我实在是对不起阿爸甲阿母。田勇，你莫再讲这啊啦，啊，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咱应该重新过日子啊。敢讲你拢无去想着咱的未来哦？未来？像我这种人，还阁有啥物未来嘞？田勇，你莫想骗我嘛！你嘛知我对你的感情啊。虽然我知影讲你心内底是万一个人尔，啊，不过新人已经死去啊，你来接受这个事实啦。田勇，我拜托你看我一个好不好？你心内袂使伫想着一个死去的人啊！你嘛有着我活的人小想一下啊！这段日子，拢是我伫你的身躯边替你解决这个代志。我知影你足需要我的，你无我嘛袂使啊。啊无，无咱结婚好无？结婚，好啊。也毋过，我要甲新人结婚。好啦，结婚的代志。你就当作我凊彩讲讲的，莫藏在心肝底啦。阿老伯啊，这届哦，真正你约到啦。迄田勇倒手的笔情哦，甲迄新男配是同款的呢。同款嘛袂当证明讲伊是凶手啊。我敢保证啊，人吼一定是伊杀的啦，啊无伊提夫我要做啥物？明明吼就是夹鬼来找伊嘛。咱顶回念着人也是骗人嘞，这个若无充分的证据吼，但别我袂抓人啦。啊无是要安怎做啦？喂，你要尽忠这个小处，伊这心肝真惊吓，等下吼心肝若较冷静的时阵，咱找充分的证据来抓。对啦，啊！你最近哪读了侪书啊？讲到你慢哦，喙齿就拍干啦。人讲读书读书，办案拢未输。读书读书，啊，办案拢未输。好，搞。田勇，田勇，奇怪，啊，田勇是走去倒啦？田勇，田勇，你是在做？田勇，田勇，啊，我咧叫你，你哪拢无回答我啦？你是来新人的房间要创啥？田勇，啊，你带新人的物件拢摕出来要创啥啦？田勇，你莫带我遐惊啦！田勇。
小草偶然撞见天养在夜间的怪异行为，才赫然发现旅社连日来的诡异事件竟全都是天养梦游所造成。小草惊骇莫名，难怪从庙里求回来的符也发挥不了作用，因为这次他要对付的并不是文家三口的鬼魂，而是天养的心魔作祟。惊死哦！啊，你别看太暗啊！你是安怎是无？啊！陈勇，伊个骨头哪会搁倒来？你不是讲你甲处理掉？一定是倒来偿命，伊倒来偿命，袂安怎？是袂安怎？是袂安怎？陈勇，是袂安怎？陈勇，是袂安怎啦？陈勇，是袂安怎？为了避免天养更加惊慌害怕，小草不忍心告诉他关于梦游的事实，只能每天赶在天养醒来之前将旅社恢复原状。但日复一日以这样的消极方式处理总不是办法，于是小草四处求访高人，期盼得到有效的解决。无奈天养最大的心魔是他自己，以致小草的努力全都徒劳无功。然而从不放弃的他这次决定铤而走险。小草姑娘，这么晚走来这红高腰啊，你是要做什么？我要去当，管你什么代志啊？马吉大人，啊，你凭什么跟踪我？那是跟命有关的哦，我就一定爱管的。这路啊内底，真应该是咧文家三个人的尸体哦。起。你三更半夜走去红高腰啊，等这个物件，你明明就是心虚嘛！马吉大人啊，啊你讲话无证据，莫凊彩误了我啦！我毋是嫌疑犯哦，你讲话都较注意。你，我问你，田勇的代志，伊家己无处理，咱拢你甲做。即摆田勇所有的代志，拢是我咧甲处理啊。包括伊若做唔对，咱遐暗搞笑。我唔知道你在讲啥，啊，这是阮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已经足暗啊啦，啊，搁有啥物代志无？无代志，我会再来走啊。歹势吼，小姐小姐，你用安回去啊？马吉大人啊，这个物件小刀收收的。啊，老妹啊，啊，这我。要用证据证明的做无遐尼简单，我想有一条线索，只要会当查出讲，这个老骨头那一定啊等下下个干，这个原因来查出，我都有办法对。阿东妹啊，嗯，你坐咧遮就会当破案了。嘿。你愈来愈无大无小，我无法稍息一下，
你袂晓后悔。是。既我袂当休困，我就袂当休困了。锁匙。哎呀，天又要起来啦！小策，俺去讨债是买不着啥。哈？那个位置是不是滚不出来啦？天佑，你莫惊啦，我这家处理的好，永远就袂阁发生啊！你还相信我呢？小策，你莫答辩哦，拢是安尼安慰我啦。结果代志呢，也是同款阁发生。我若阁继续看这会议哦，我早晚就起痟啦。袂啦，昨暗时我代志要出去，所以才无来用个好啦。歹势啦，害你惊到安尼。以后我会伫咧请来之前吼，拢来处理个好啦。你永远就袂阁看到啊吼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最近仔你写遐尔平静，只大家赶着我袂起来之前，把这代志处理好是无？天勇，你是不是无介意我无代志话讲你听？歹势啦，我是想讲安尼你就袂烦恼，安尼你就安心嘛。小策，小策，你是安怎啊？无啥物啦，我敢有淡薄仔戆啊。你看你啦，遐尔啊戆，逐工下暗吼拢无闲处理遐个代志，啊一工睏无几点钟，当然头卖戆。无要紧啊，我保平一下就好啊。这无算啥物啦，有着你哦，我做啥物拢甘愿啦。啊，你伫呾看啥？小策，嫁我好无？天佑，你是伫讲啥啊？你是惊到破病呢？你看清楚啦，我是小策，不是心兰的。你哪会讲要跟我结婚啊？一定是我听唔对啊！哈。小策，我真清楚，你听清楚，我要跟你结婚。其实这句话哦，我早就爱讲啊。对我付出遐尔啊多，卡孙若是无你，我早都活袂落去啊！就一阵仔，就是烦恼遐个物件，所以才一直辜负你。袂啦，我袂怪你啦，只要你的痴心，都够啊，都够啊啦。另一方面，阿童伯积极地四处查探。无论是寻访长者，或是到图书馆去查文献资料，终于让他发现，把骷髅头丢粪坑的民间习俗是为了避免冤魂索命的防治之道。于是阿童伯决定从心理战着手，设法突破天养心法。那，嗯。哦，要结婚啦！哦，恭喜啦！不是啦，啊，是天勇甲小草啦。啥？天勇甲小草会拜托咧？咱因两个无感情，是要怎结婚啦？哎呦，人少年啊，斗阵久哦，嘛有感情啊。我想想啊，这要创啥物？哦，安尼嘛好。等因两个结婚的时阵，咱来娶一张那人吼，哎，好好啊来给庆祝下。我相信这场面哦，哦，一定是真好耍的啦！哎，请弟弟哦，你面色好些哦。哎，天亮，容易啊，容易啊。阿东伯啊，马志，你这尼啊无闲，佮专工来参加我婚礼，多谢呢。应该啦。阿同伯啊，请坐啦。对了，天亮，我带一个朋友要来参加你的婚礼，你唔知欢迎无？
欢迎啊，当然嘛是欢迎。好。朋友，真久无看哦。你哪会？我已经证明少奇伊是去用玩弄的，用手另外别人，所以阮就该放出来。这一切吼，拢是误会啦。你嘛莫见迄个面，我安怎讲哦？咱嘛算亲戚呢，今仔日是你结婚的好日子，我哪会当无来啦？对，还佫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一定爱参加恁两个婚礼。李白，在老骨头，伫这个场面出现，虽然唔是讲真好的结条，也不过这三个拢是天勇上至亲的这个亲人。天勇，由因三个来做你的主婚人，你应该是袂反对啦吼。这天勇，他真定的啦，这出戏演完了，咱就无代志啊。当然嘛是无反对。既然你也是无反对，恁两个是不是应该甲你的老爸老母听一下你答谢一下？我对不起你，我知我唔对，你莫再对我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啊，心丹。陈勇，我是小丑，你看清楚啊，我是小丑。我知哪做，我知哪做，来，好起来，你小心，来过来。你退回来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的死体在这下，你阿妹，你赶紧退去啦，你退去啦。陈勇。你也是要偷命，也是要我认罪，我拢认你，我拢认你，别假哥哥讲，我挡袂掉，我挡袂掉，底下啦，我挡袂掉，挡袂掉，我挡袂掉，慢点笑我。陈勇，你莫听我爸讲啦，你敢知爸爸讲啥物？慢点笑我，来，讲讲嘛。阿东伯啊，你莫听我爸讲啦，遮啥物都拢无啦。有啊无啊，我就要知啦。阿童伯的诡计得逞，天养在情绪崩溃之下终于俯首认罪。正当众人以为真相即将大白之际，警方却在花圃下挖不到尸骨，现场的所有人都陷入谜团当中，包括天养自己。喂，有无？无啦无啦，你给我个亲你啦，一定在门卡啦。阮今我都亲妈嘛是搁找无，哪有可能无啊？尸体走去倒去啦？找无，连尸体嘛无去啊！阿堂伯啊，我阿咪讲过啊，内底啥物都无啦。今仔阮欢喜在办结婚呢，啊恁爱一来闹，是要叫阮来办落去啦？天亮，尸体到底在哪里啦？尸体，对啊，尸体明明在这儿，在这儿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我无咧在这儿，我无，到底在哪讲？这，阿东伯啊，天亮最近哦讲话定啊失神失神啦，阿姨讲的吼，你拢莫相信，唔是真的啦。天亮啊，啊到底尸体在什么所在？你咪讲清楚。我，尸体。我唔知，我唔知，卖问，我唔知，我唔知啦。伊哦，一定是心虚啦，啊不然哪有这种反应啊？我好在门口找过啊，要是唔是喏，又在恁啊，要来话会用的啊，摕出证据来啦。你这个小查某啊，尸体哦，一定是我藏起来。
这个花过了真水呢，你看，哇，哦，世界大爷涂骹做不了，无怪这个花那开到遐尼啊水，实在我也无去想着，今麦发现已经想完了。我唔知啊，朋友，我唔知啊，朋友。心啦，拄只一定是你，是你带船把船掉吗？是我对不起你，心啦，我对不起你，心啦。阿爸，阿母，心啦，你先转啦，奈靠阿爷伤心。你的面也乌青结块，是毋是当少奇才精神拍你啊？你竟然直接带迄个地点的查某转来啊！我去到甲伊冤家，想袂到，伊竟然出手甲我拍呢！我实在足。当初时是安怎歹听阿爸甲阿母的话，硬要嫁，代志会到这款地步，一切拢爱怪我着对。心兰，莫阁伤心啊啦！迄种人哦，无代你为流目屎啦，我只能去找算账啊。大勇，你免去啊啦，我对伊已经完全死心啊。我决定要跟他离婚，离开这个所在，重新开始。你要离开这个所在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跟他的代志已经闹到这么歹看，我若是无离开这个所在，干哪会去予人笑？而且，阿爸甲阿母，伊一定嘛会感觉讲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我嘛无迄个面子，搁搬倒来后头厝住。心内。阿爸甲阿母才袂安尼想啦，你嘛知讲，伊是上解疼你啊，对无？我唔管啦，我以后就是要搁靠爸母生活，我要去找一个全新的所在，靠我家己重新开始。心兰，既然你要甲董少奇离婚，那你嫁我好不好？阿爸甲阿母一定真欢喜啦，我咧想哦，伊嘛一直希望讲，哪会当斗阵？你嘛知影，自细汉到大汉。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无改变过啊！朋友，你敢知道你是在创啥啦？心兰，我当然嘛知我即摆创啥，我非常清楚。你听我讲，我这世人对你拢无改变过啊！好，莫再讲啊啦，我无想要听。我之前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你永远拢是我阿兄，咱两个是无可能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你会当爱董少奇迄个吃阿乖，为什么伊就袂当爱我？我对你就是无金海感情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拢一直当作你是我阿兄。我拜托你，你死心好无？我嘛希望我会当死心，我的日子就袂安尼啊歹过。搁你甲想看卖，我对你付出遐尼啊侪感情，敢是你讲一句话？袂当收回是无？我无想要甲你讲啊，我要来走啊。是啦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走，莫离开我好无？行啦。唔卖，我唔放，我即向绝对唔卖，让你走。你还遮尔啊袂见笑？我已经甲你讲啊遮清楚啊，是安怎款安尼高高停啊？你莫离开我，莫离开我，莫离开我。心兰，心兰，你不要紧吗？心兰，心兰，心兰，我唔知代志变啊这严重，心兰，你袂当死，心兰，心兰，你袂当死啊，心兰，心兰，你清醒啊，心兰，心兰，天佑，心兰已经死啊。
咱来想办法处理伊啊！是啊，我决心办大事。天勇，今麦不是刚好的时阵啊！好在这人客拢已经退房啊，应该是无人看到啦。啊，不过等下有人来，就害啊啦！有人来上好，搞这杀人凶手来清算。我竟然搞上心爱人大事，心兰，不是你大事的啦！你想看卖啊？啊，不是董小姐，今仔特别发生这个代志。所以心兰的死是董小姐害死的，是伊害死的啦。对，心兰是董小姐害死的，是董小姐害死的。我要替心兰报仇，我要替心兰报仇。退房啦！退房，你退房啦！你走，你走，拢是你，拢是你。阿叔，若不是你，我嘛袂用安尼听艰苦。你走，你给我走！天佑，咱无多结婚啊，对不？小草理直气壮地矢口否认天养杀害文家三口的罪行，再加上缺乏有力的证据，让警方无法可治。于是阿童伯心生一计，利用天养内心深处最恐惧的弱点，予以致命的一击。你是巴肚枵，要找物件食啊？头生的车啦，无怪咱拢找无呢。即摆证据拢有啊，想要家掠起啊。慢车。有啥物啊？天就要光啊，等天光才来讲。啊？啊，快等天光哦！
这边哪边造成？先生，先生，我得关心什么代志？我来都不知啊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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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哪样？你哪在骨头家啊？我不知啊，骨头哪里造出来啦？别做啦！哦，安娜，你咪讲爱见骨，见骨充分啊！你两个够爽快哪个？啊！我就要以杀人的罪嫌，把你移送法办。不是啦，无关天佑的代志啦，人是我杀，因一家杂货全部拢是我杀啦，你们俩，你俩我啦。先生，人是我杀的啦。先生，你别安尼啦，我无想要过命啊，足忝的。阿东伯，我愿意认罪啦。现在。阿爸母，是我杀的啦！天养终于坦诚犯案，供出自己在情绪失控之下误杀了新兰，却又在小草冷静的诱导之下决定掩盖罪行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两人合力将新兰的尸体埋在花圃下，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然后故弄玄虚，模仿新兰的笔迹寄信回家，佯装新兰还在人世的假象。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车过的时阵，我感觉你伫我后壁走来走去。无啦，你一定是搁一个人咧乌白想啊啦。你相信我，伊真是回来，伊真是回来啊啦。你莫家己行家己啦吼，无代志啦。是，我扶你来休困。哎呦，即下规身骨咧痛到咧。我看我睏袂去啊啦！今仔你用迄毒仔少奇甲拍一下吼，即摆感觉规身骨哦骨头硬要酸了了去。若再这种歹人哦，都要警察甲伫遐枪杀啦！哎，较细声咧，啊你吵到人客要安怎啦？等下哦，我摕一寡香油哦，甲你抹抹。好啦。哎呦。嘿，摕伊往那边睏啦，伊还佫光光嘞。行，咱来看卖啊。朋友，你莫家己惊家己啦！我已经把新人的头壳哦搭落去下坑内底啊，伊马上就倒来替咱报仇啊！伊也唔够紧哦，一定系我骨头找到啊！一定是新人倒来报仇。新人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是唔超过会甲你抬死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啦！新人，请你原谅我。阿爸、阿母，你别叫我！你讲的我拢听到，新人。竟然是你杀死的！太勇啊！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你为什么不讲啊？阿爸、阿母，你听我解释啦，我还是不超过伊的。哈！你还想要骗我吗？这是啥？本来亲情心内的批，拢是你写，故意让阮当作心内个话呢？哈！阿爸、阿母，请你听我解释，我真是不超过伊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哪会安尼做呢？我对你这么好，将你当作是我家己的囝，心内了嘛将你当作是家己阿兄。我一家伙也是倒位咧对不住你，你哪会贪心心内啦？
爸，我没有啊！你那真让我良心啊！我敢那么在两天，你还敢我录下来唬你？你那真让我良心，你良心是给我掏下去，你是给我放火去了哟！我讲真是叫我老妈做的，再需要你这良心狗爷为鬼子，一鬼一天。老的，甲讲的，我才来报警，叫警察来抓这个凶手。阿爸，阿爸，陈勇，你紧去啦，明早去报警，不然咱就惨啊！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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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安尼啦，我拜托你啊！你闪啦，我一定要你死报警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怎么敢说叫我？阿爸，你怎么敢说？但是不是你所想安尼啊？阿爸，我叫你千万不要说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你有要紧吗？你把你嫁好水了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老的，我做鬼啊！我骂你说，老的，老的，阿爸，哎呀，老的，阿爸，妈呀，阿爸，老的，阿爸，你妈呀，你呀，阿爸，阿爸。站在谁的手下？后来，我带伊两个尸体，带伫后花园内底，带伊偷渡落来，等去隔壁村两个无共的黑仔坑。我想讲，安尼恁就无简单找着啊。多好遗憾！董小姐来找阮头家，甲头家娘冤家，我就想讲，把侪命拢杀互伊。哦，所以阮家三个人的尸体，你哪带伫花园的？既然阮健康都差无啊，你的尸体哪会过来刷走？天佑，逐工在梦游，把尸体拢挖出来，起来的时阵，就惊到要起痟。你想，我感觉有可能把尸体带回去。哦。本来我想讲，把伊放在酒瓶仔底，隔两天啊，要摕去做法。真正想袂到，天佑，伊哪会找到嘞？假使我若甲你讲，这是文心兰带天佑去找遐骨头的，这你会相信的？想袂到，我嘛是出乎伊。为什么人拢已经死啊？恁搁要把伊的头剁落来？因三人的头，拢是我剁落来，甲天佑无关系啦。我是因为无愿意搁甲天佑哥哥缠，所以。原来天养在杀了新兰之后，由于良心谴责，导致梦魇不断。一心觉得新兰的鬼魂会回来索命，整个人几乎精神崩溃。小草在一旁看了心疼，于是趁夜从花圃挖出新兰的尸首，照着他老家传闻的习俗，将新兰的头颅砍下，并用铁钉钉入头颅内，丢到粪坑，借此镇住新兰的冤魂。天养的梦魇才不会再纠缠着他，对于文家二老也是如法炮制。原来就是安尼。你的命令在讲，太阳逃脱起来，等你下去，早晚会用吹流啊！安尼你哪去敢答？为着我阿天佑这么痛苦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拄好董小姐甲文家的恩怨，让我真顺利，把罪名送给伊。我想讲安尼，恁就会谅解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你想袂到的代志还阁真多啊！恶有恶报，是时机未到，这叫做天理昭昭。你太阳的计划虽然讲非常的周全，这项你都想不到。你若照你的计划去进行，你是受你家己良心的苛责。
所以讲，刣人、剁人头、等咧下骨，即款民间的风俗，你敢袂用相信？就算讲，即冤魂过来甲伊讨命，你嘛是你家己的良心的魔鬼来甲你害死。对啦，你是用啥物物件甲刣倒来？菜刀。菜刀。安尼，阮顶摆去你女婿后，你请食饭，你就是用迄支菜刀切菜哦。刚才我无贪食。天无纵恶之条，枉中人何时漏却？而有昧良之事，心内鬼自然而生。法网有洞可钻，心网却无缝可逃。天养何小草，千防万防，骗警察，骗冤魂，却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竟然栽在自己的手里。天养不是一个坏人，却在错杀新兰之后无法及时悬崖勒马，才会一错再错，终至犯下连自己都无法原谅的滔天大祸。而小草浓烈的爱看似保护天养，但事实上却毁了他，也毁了自己。人都会犯错，但勇于承担错误的却在少数。无论您相不相信天地间尚有鬼神的存在，公道自在人心是恒古不变的法则。